索姆河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，时间发生在1916年6月24日到11月18日间。英法两国联军为突破德军防御，并将其击退到法德边境，于是在位于法国北方的索姆河区域实施作战，双方伤亡共计130万人，是一战中最惨烈的阵地战，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坦克投入实战中。英国采用的是马克一型坦克，因其残酷性被称之为索姆河地狱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初在欧洲进行，但是很快就超出欧洲范围，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约15亿人口陷入战乱，战场上双方伤亡人数达3000多万，还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。战争带给人类空前的灾难。勇闯禁地，本片讲的就是这段时间的事。这部战争片真实还原了索姆河战役的残酷。好了，我们进入正题。亚瑟正在本子上书写战场上发生的一切，并向自己的妻子力斥他的忠贞，也渴望自己能安然无恙地回到他的身边。亚瑟是名英军军官，而此时一波接一波的士兵冲向德军的阵地，对于德军的防御工事来说，他们的进攻等同于自杀。英军以密集队形前进，遭到德军机枪和炮火火力的严重杀伤，从而使英军寸步难行。一位大兵向亚瑟传话，中尉命他到指挥站报道，中尉向他下达了作战任务。最后的一次炮轰没有命中德军的目标，大多敌方防御火力依然还在，到目前为止没有一支部队能穿越战场。这次的冲锋任务由亚瑟带领，夜间9点会再次炮击敌人防线，但如果有士兵不服从命令，任何畏缩行为都将被严惩。亚瑟最终还是接下了这个任务。他返回战壕的时候，亚瑟嘱咐下士瑞奇不要在战场上逞英雄，只要确定弟兄们保持异动，以最少的伤亡拿下阵地。亚瑟的一位士兵莱利试探着望向德军阵地方向，却被他们的狙击手一枪毙命。亚瑟开始让士兵们做好冲锋的准备，因这之前的部队没有一直能突破德军阵地，这次还会有胜算。上级有命令，明知没有胜算，他们也要服从命令，硬着头皮也要上。士兵们全体就位，上刺刀，子弹上膛，开始了他们地狱般的冲锋。德军的马克沁重机枪疯狂地向英军扫射，不断地有士兵倒下，被打伤腿的士兵没法再跑，就只能原地射击。面对德军如此杀伤力的武器，亚瑟与士兵们瞄准敌机的重机枪将其射杀，但随即又有机枪手替补上，随着德军的大口径火爆，更使得英军伤亡惨重。在另一边，亚瑟的妻子在睡梦中遇到丈夫拄着拐杖从前线回来，但自己已经出轨并生了孩子。惊醒过来的她抚摸着肚中的孩子，梦境已变成了事实。回到战场已是傍晚，白天的一个冲锋几乎全军覆没。此时幸存的亚瑟躺在弹坑的泥洼中，为了安全，他举起头盔试探敌人的动向。于是他爬出弹坑，匍匐前进。德军的一名狙击手两枪打断了远处的树枝，但也暴露了他的射击位置。英军的狙击手瞄准亮光点，一枪击毙对手。亚瑟在漆黑的夜里爬行，发现了一名大兵，或许他还活着。因看不清对方，不料他一个翻身将亚瑟压在身下，两个人厮打了起来。此时德军的狙击手似乎看到了动静，于是开枪射击，幸亏亚瑟将他打到了泥坑中，两人才得以没有被狙击手射杀。另外，战壕内的英军军官也察觉到了什么，大兵欧瑞利差点误杀了自己的长官，一直向亚瑟道歉。忽然他们两个听到了附近的呻吟声，他们爬到他的身边，却不料瑞奇已经断了一条腿，根本无法动弹，只能想办法把他慢慢的拖走。因德军狙击手的缘故，他们的动作不能太大，但德军时时刻刻在观察着这片无人区，还是发现了他们。重机枪和狙击手纷纷开枪，最终三人只能隐藏在弹坑水洼处。瑞奇的伤势过重，他们拖着自己是无法后退400码，如果丢下自己，他们俩还有存活的几率，但亚瑟是不会丢下队友的。大兵欧瑞利提出三个人先回去一个，就能搬救兵过来。瑞奇还是坚持自己留下，让他们两个撤退，但还是遭到了亚瑟的拒绝。他宁愿一寸一寸地拖着瑞奇穿过这片荒芜泥泞的战场，也绝不会丢下瑞奇在这儿。在另一边，亚瑟的妻子决定找医生堕胎，他不想等到亚瑟回来的时候家里多了一个和他不相干的孩子，但却遭到了医生的拒绝。因上次为一个女人做堕胎手术招来的风险，差点让他失去医师资格，于是他被护士搀扶着下楼。经过两人的交流，那个护士愿意帮助他。画面又切回到了战场，亚瑟和欧瑞利艰难地拖着瑞奇后退，他们太累了，只好先找到一处掩体休息。因瑞奇腿部失血过多，只好让欧瑞利找一条步枪背带为瑞奇止血。
无法忍受剧烈疼痛的瑞奇叫喊了起来，也从而引起了德军的注意。炮火轮番轰炸他们所在区域，三个人只能尽快转移这个地方。因夜色视线不好，德军的重火力并没有射杀他们，他们只能又躲进了一处洼地。晚上9点钟，联军的炮火会再次炮击德国防线，也就是在20分钟之后，欧雷里在铁丝网旁看到有一个医疗包，如果能拿到它，就可以给瑞奇包扎。于是亚瑟冒着生命危险拿到了急救包。欧雷利还是坚持先回去一个人报信，必须让他们的人知道还有人在这，到时自己的炮火或许就会停止炮击。可惜上级长官就是知道他们三个还活着，也不会改变计划的。但大兵还是坚持自己回去求援，这次并没有听从长官的命令，以最快的速度向自己战壕跑去。但这也面临自己人的狙击手会把他当作德军进行狙击。果不其然，后面有德军的火力射击，前有自己人的狙击手。英军长官为了不让欧雷利越过战壕，从而破坏了这次的计划，终于命令狙击手向他射击。虽然欧雷利没有被狙杀，却被自己人埋设的炸药炸死了。镜头切回到了亚瑟的妻子将要做堕胎手术，但那个护士并没有经验，只能尝试。而这个护士就是瑞奇的未婚妻。德军使用了毒气瓦斯，亚瑟只能把自己的尿液将布块浸湿，熬过毒气的经过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德军已经开始缓慢地向前搜索，亚瑟和瑞奇只能躺在地上装死，但还是被德军士兵发现。而此时的炮火也开始猛轰阵地，在两个人的合力之下杀了那个德军士兵。亚瑟扛起瑞奇冒着炮火向自己的阵地走去。另一边，还是因为护士的经验不足，导致亚瑟的妻子大出血，最终瑞奇因失血过多死在了亚瑟的怀里，而亚瑟的妻子也因失血过多死在了瑞奇妻子的手里。大家都背负了需要隐瞒的真相和无法抚平的痛苦。影片最后，亚瑟被自己人救了，但他的努力并没有带回战友活着回去。战争不好面对死亡，都想活着回家。妻子的双腿向另一个男人张开，但他依然爱他，一时冲动而引产死亡，活着回去面临更大的痛苦。战友也在营救中死亡，如此悲催。战争就是这样无情和残酷。虽然此片是小成本，却堪称大制作，战争场面实属不错，故事情节却有点乏味。故事本身很不错，但是电影里却没有很好的展现出这种特殊境地里的复杂情感和细节。影片最后的妻子和女儿之母代表了丈夫原谅了妻子的出轨，也许女主想的太多了，在经历了战争之后能活着相见才是最重要的。好了，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